看一下啦，怎么样？我不按你喇叭要撞你是吗？小啦，不要撞你是吗？还是我们叫警察来讲？我按喇叭提醒你一下，你也看一下路。撞啊！看现在速限是多少？我刚没有超速哦。你要叫警察吗？速限是多少？我叫警察来讲好吗？速限是多少？我叫警察来讲好吗？速限是多少？要不要叫警察了？你他妈的速限是多少啦？我刚有超速吗？你他妈的，你速限是多少？我刚提示谁？你这白痴吗？连速限都不知道，你干嘛出我提示谁？怎么样？啊！不要吵路上。我叫你提醒你而已的。看这种速限是多少都不知道哎，超速哎！我叫警察来了，卖证啊！我叫你拿来讲啊！都来讲啊！你不要走啊！不上车，不上车！我就跟你耗时间啦！来啊，位置很多啦，我怎么没有时间最多啦？你帮我看。不要走啊！不要走啊！拖在外侧，我叫你，我叫你，我录起来了，你赶快收传票。人行道可以骑车吗？我就停这里啊，这是菜市场，知道吗？这里叫做人行道，公共土地不能骑车。学生吗？不然呢？你看啊。好，讲啊。我是教你们是什么？重担前面那个年轻人不能。是哦，啊，谁骑在人行道啊？拍啊！拍啊，当然拍啊！我找你们学校。谁骑在人行道？会不会太夸张啊？先拍一点，先拍。太麻烦你们了。这里没有人行道啊！你是学生，我要讲，我可以跟你耗。耗啊，我没差啊。我要到你警察留个记录。好啊，看到时候留记录的是你还是我啊？我无所谓啊，我退休无所谓啊。我也没差啊。好，你学生好，以后你工作，你只要一个警察留一个污点，我只是。你比较像会留污点。我无所谓啊，我现在退休，我也不用工作了。好啊。比较年轻的。好啊。以后你工作，我像儿子要找一个良民证了。嗯，你没有良民证，你如果想找到好工作，我不这样哈。现在当初这条不能骑车上来，要我编的，道歉。你都说人家就是不能骑车啊，我跟人家讲这样是没错，你就跟人家道歉就好了。我说干嘛要？对啦，我说人家讲说这么做具体的，难怪人家会兴奋。啊，像他也没受伤，你就跟人家道个歉，不是自己就没了吗？因为他因为怎么样？因为我只是。他说你错嘛，那干嘛一直就，对不对？我说这样方式，对，你是不是要当着第一个道歉？对，对啊，而且他该不觉得自己有错误。他说别动，万一跟这天气出去打球，你不他妈一点动。你要你就停在路中间啊，交警会把你赶走。来，交警，注意一下。他被拍照吧？会啊。什么时候会拍？哪里咔嚓？洛杉矶在哪里？我想看。交警，注意一下。他被拍照吧？会啊。什么时候会拍？哪里咔嚓？洛杉矶在哪里？我想看。